金色大道，女兄弟真的走上金色大道，替你骄傲。就是会在你背后捅一刀的人。我跟你讲，你看我这些不害的，你到底讲了我什么事啊？整体的意外也跟你有关，是不是？我一开枪，这一切都结束。烧啊！那个烧不会得烧。那你会烧？对。